无啥听去啊。哦，安尼哦，哦安尼呢？你隔壁尔啦。啊，卖四斤啊，这。晓啦晓啦，嘿啊，搬好啊啦，我买落来加搬啊，是啦。有啊，拢走了呀，对啦。哎，报告长官，欸、我等你还未来，拢唔敢话落了。好，那等一下，那水车来的话，就开始做。水车来。对对对，现在等水车来。好好好。你是唔甘遐，唔甘你会随便有拆掉遐？对。啊，对。啊，唔甘去互拆掉，叫记者、叫吴志强、叫迄个高家这条巷啊，拢总是39号了。断灯节的时阵哦，我记得那个户籍能够选票的哦，130几个人。那表示呢，他这里住的是200多个人。家住完了哈，奇奇怪怪的。但是要这样听，要集中精神的。我是讲，啊，就一只啊，饲车头啊，有囡仔菜籽啊，在边啊咧，就啊下啊，啊个交通方便。我是讲，怎啊，住一只嘛，实讲是住较歹啦，啊无其实嘛，哇，真方便。那这个是大概在民国50年以前哈，刚好政府迁台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外省人来到这边，啊，因为家黑当住水啊，阿豪嘛在附近，车头嘛在附近，啊，所以讲，人家是讲，嗯，那在这边来居住。家哈的厨房都是在外面，哎，人讲一家烤肉万家香，人家因是安尼一家伙啊在煮饭吼，哎呀，大家拢闻的着味，真香，啊嘛是大家就迄个温馨的感觉啦。哎，今仔日阮啊，阮家若无葱啊，若无什么青菜，啊，大家才隔壁小招一个拢有安尼啦吼。
这个当初为什么他们那么厉害，可以做到这样子啊？哈，可以在河川旁边有那个建筑的那个构想，是怎么用的？可能也不是很大的那个建筑的那个依据，可是真的是不简单啊！因为有当时啊，咱那个看吼，真的大水来的时是足危险的，那淹起来的时阵，真正遐人嘛是足无安全的。这没啦，这有昨有砍过来的呀。这有砍。这无啦。嘿啊，这拢砍啊！我昨拢砍这角个这。嗯。以前的人，他们也是很厉害，就是你想讲，到底这种柴的厝是不是冇安全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无尾巷就是已经后无后边尾啊，啊无后边尾。啊，危险要安怎？因就是因拢有危机意识，厨房伫外口，安尼嘛安全嘛的吼。啊，过来就是因就是有家己想好讲，万一如果火灾的时候，往水里面或者是往火车铁轨上面跑。跟房间久久的做一群啊，哎呀，拢像啊塔拉米亚，塔拉米亚三鸟，三鸟塔拉米亚尔，就困七个人，翁阿婆搁困五个囡仔，啊，到阮十八楼遐就，哦，一户就带一二十个人，较早干那阮迄间就带二十个啊，啊，囡仔就是一直断个，啊，伊才搬过，阮阿姐才搬过隔壁住，啊，才已经才变较少人。有很多是外来的人，那外来的人他可能单身啊，还是他都也没什么家当，他就想说啊这有人住，啊很俗的，啊就住这，啊他们就像一个人一间一人一间。啊他们怎么生活我们是不知道，可是我曾经看过就是也是有两个人住一间的，可是这么小的空间还是可以两个人住一间，我也是真的很佩服。有门啊看无？哦。遐一间，啊第二间，吼、哦，啊三，啊四，啊，这边哦，这边八间，哎对啦，这边四间，这边四间。啊，那因为住在这个十六户里面的哈，几乎他可能都是，生活很过不去的，啊，有些人他可能是，他遗弃家人或家人遗弃他，我们不晓得。但是他来住在这边，他觉得说他一个人很安稳。那有很多他是这样，晚上出去去捡人的资源回收，人捡纸板啦，捡啥回来。啊，第二天一再来去卖。啊，有的是怎啊去跳蚤市场卖。啊，卖的这个是他的生活费。有人练夫啦，啊有五位啦，啊有五位。啊，多少天啊？多昨天看我困了，
八一间吼，八十五六个吼，啊，那倒来啊，大家嘛拢会讲笑，讲东讲西安尼，啊，就感觉讲，诶，出外出来安尼吼，安尼大家做伙大家安尼较快乐，较心理上啊，加点好安尼。啊！你看米摕来遮，我等我要做，要用啥去煮？我来做些啦。啊！你有咧滚糜啊？你加减滚糜啊？无囥个遐，遐领厝也偌济，敢领加加破，遐领加加破，米搁捞到规个就走去啊。你看算老岁人身体用，就是爱哪运动，早时出运动，逐工我哪出来行啦。啊，伊这个第三只嘛是做，我哪听伊讲是做二三十年了。自己一个人，就行个，自己个。因为我之前我有听因遐规两几个一个乌巴桑咧讲啊，讲因遐规划要做高架桥，台中市伫发展，因遐拢拆掉，啊，就是带久感情，就是讲我呾较唔甘啦。我倒来。毕竟在这个地方生存已经一二十年了啦，对这个地方啊已经有感情了。刚开始搬过来的时候，觉得哈，怎么都市的角落还有这么没落的一个地方？可是就看到这边的人还蛮可爱的啊，就是相处，大家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大家都认识。在都市里面，其实一条巷子认识的，全部都认识的人应该很少吧。我这一条巷子的好处就是，较有人情味啊。如果我若准啊讲吼，哪一家哪安怎啊是啥吼，都是大家拢较会去迄落，较会去关怀一下呢。不过这里的人有的人搬出来，伊嘛是搁搬一摆啊。啊，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啊。虽然拄住这种的环境吼，啊，你嘛是爱面对啊。啊，你无快乐嘛是过一天，快乐嘛是过一天。我早起早上四点半，到即马起来，啊，无休息的。房子找到了没有？没有，还没有。那怎么办？等小孩回来再做决定了。你孩子去哪里？在台北去了。李丁啊，嗨，后日要听我听了，我要跟你讲吼。我要找你，你给我的名户口簿，我放到你安怎要家放，我要救济有人，才有人家救济。好，好啦。我那何讲？你跟李丁讲。好啦，我会给你处理，哈、哦，安心，免烦恼。咱大家都注意过了了，咱个人啊，哈，袂啦，袂个人啦，袂啦，永远的朋友啦。好啦，好啦。哎呦，阿叔，要特别无啊，要无啊。
对吧？大家要真的，非说再见不可啊，对吧？分得是安尼，拆，这是迟早的事情啦。啊，自开始来调查，讲特别拆的时阵，大家嘛是，啊，讲讲啊，有哪嘛唔甘唔甘啊，啊，要安怎讲？你讲的讲一人一家，大家个人个人生活，个人的迄落呢？但是你若讲即讲相处的时阵，是大家拢较会互相啦，这是必然的啦。其实你讲拆要拆这啊吼，换一个角度来讲的时阵，不一定这安尼嘛是你踏出去的一步啊。起码分开的各分东西啊。那我们在我们的规划里面呢，就像这个样子，我们的铁路桥，这个铁路高架化以后呢，这个地方是他们比较高的这个地方，那我们要把它犁平啊，把它拆除以后呢，我们要当做一个自行车道，还有人行步道，还有以后的这个整个的，譬如说停车场、这个绿地等等这个。过去的传统思维是认为说，只有重大建设，交通啊，就是盖个高速公路啦，做个港口，做个机场啊，做个科学园区，才是这个经济发展型的设施，有没有？才是提升我们竞争力啊，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带动我们现代化的。可是事实上，新的发展思维已经很清楚了，当你生活环境就是有内涵的，当你生活环境是有价值的。当你的生态的环境的保育做的是良好的，它本身是具备竞争力的。以我们过去的一个诠释，就是它就是在铁路与河川间啊，这个生活夹缝中生活的一个聚落哈。那它其实它代表的意义，不只是说因为它是台中是最后一个违建，它代表的是说，因为有了这个木构的这个违章建筑。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台中市过去在都市发展的过程中的很多无形的文化资产，那也了解到我们的很多的长明文化，看起来都是不怎么样的，可是如果说你从它，如果说你能够适度去保存它，你真的这是可以好像是那种时间那个 capsule 那个，有没有？我们不是有那种时间胶囊那个啊？一个都市里面如果你好好的去处理几个地方，真的你不管时间走多久，你现在新一辈的居民去到那个地方，你等的就是可以回到那个时间走，然后让你的居民去感受到，哦，原来你这个都市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这咱里长哈，阮是南区慈善会，里长的关怀哈，是阮一个意思啦哈，对你的帮忙哈，那么最主要是讲关怀恁啦，以后有啥问题哈，恁这个里长可以关怀，咱里长原来是你最好。看不出，找了不介意，找无。那，那虽然我来，无偌好行。我把魔法都。歹行哈，嘿啦，就算讲慢慢啊，搁找啦，好。时间够啊。对啦，时间够啊，慢慢啊找。我找个时间叫局长，你去里长那里再看怎么样的房子比较适合，好不好？好。那先录哈。不会。我现在小孩出去没有休息就出去到处找，找什么房子啊？找房子啊，不透苍蝇找不到地方。
买来，咱就讲连买有人买拆啊。我阿妈做袂一日十二只。再过迄顶面吼，拢都爱用家己的电嘞。啊，我这就是另外买一支像这个电嘛。我用我这棍嘛，拢点这些吧。哎，都有啊。你过遐，就是我无法度爬四楼，我都朝阮去吼，啊爬起来我脚都变硬，就了我也无爱啊。哦哟，健康人去因去多就好啊，我无法度。因为我最不舍的是，你看啊，这个曾经是那么风风光光，那么多的人住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的那个温暖，很多的那个人的最让我最感动的一些的部分的。可是呢，现在看他已经人去楼空的那个感觉，尤其是感觉是变成一些废墟的那个感觉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感伤，我不知道怎么说。他要搬走了。当我们在过去，在保存过去的空间，百年啊、五十年、六十年，这个空间，我们都把它放在所谓比较贵族、比较具规模的啊的这些空间的保存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去做长明的空间的保存，然后吊脚楼事实上是很底层的，啊，有机会把它保存下来，我们竟然没做好，我是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最遗憾的。事实上，我们都市的发展中，常常都会面临到我们文化资产如何来保存。那我们都是希望说，站在说，我们文化资产都是历史的珍产哈的珍贵的这个财产。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说，一个都市计划的规划，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化资产哈，在都市计划的时候，我们在西部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资产都事先先提出来。但是吊脚楼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它有这样的一个人文历史的故事，但是这些吊脚楼的这些居住的人，不有一些是他有建物的所有权，那有一些他是租的。就光这个，我们铁路高架化要花补偿金，事实上有很多人不一定都拿得到。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说，涉及到说，一个文化资产的审议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变数啦。再次确认有没有人在里面，这样应该陆续我们就是以这个方向嘛，从一号开始拆到末端，以这个方向。挡透啊！他就走入历史啊！去哪了啊？你就
觉得事实上不是只有台中市，是任何都市都应该是这样。你看，只要一个伟大的城市的一个发展建设，它不会把说它旧往的东西全部拆光，它本来就是你的一部分。我举个例子哦，像现在你看全世界，像欧洲，为什么欧洲的观光价值这么高？就是因为他们把他们当年这些东西，它保留下来，就已经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而且也替他们带来很多的一个观光的一个经济效益。我们如果能够跨过那个门槛，就是原来是障碍的东西，把它变成是资产，有没有？像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才能更有价值？